Hello， 我係張文生 Alex 張。咁我今年24歲，喺河南長大嘅。細細個我7歲時候，我爹哋就帶我學功夫啦。學到12歲，咁我哋係每個禮拜六放完中學，當時我哋係每個禮拜六我都有上中學學嘅，學中文同埋中國文化。咁翻完學咧，我哋就會走去功夫班度學功夫嘅。 學到12歲停咗啦，之後中學時期我就比較喜歡打羽毛球、打籃球啦。大概18歲左右就開始認識南方功夫啦，南方功夫啦，白眉啦，同埋而家詠春啦。咁我啱啱去武當山就見識下武當功夫，鍛鍊咗幾個禮拜，學咗幾個禮拜。 我喺荷蘭嗰邊讀嗰個大學，專科係 Commerc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ment， 咁我就翻到嚟香港實習同埋寫我畢業論文嘅，咁我非常熱愛中國武術啦，喺荷蘭嗰邊我都有推廣翻中國武術同埋文化啦，都有參加過慈善活動同埋居民化活動啦。 咁我喺中華，我有興趣班，咁我喺嗰邊就有教武術嘅。呢幾年我都有去表演中國功夫嘅，咁自己就舉行咗一個團體啦，就係表演團體。咁都有參與過好多文化同埋慈善嗰啲活動啦。咁我哋就表演翻呢個中國武術，係啊。其他啲興趣啊，我都好中意唱歌啊，彈鋼琴，同埋當然唔少得拍戲啦。咁我自己有時間我就都會拍戲嘅，即係同班朋友啊 friend 啊，錄影啲短片都有做過嘅。咁非常高興可以參加呢個節目功夫之星嘅，多謝。